安静的晚上，一个人我在摇椅里乘凉，我承认这样真的和安详红楼上老爷爷一样耶。听说你还在搞什么原创，搞来搞转吧，开始吧，转吧，再回到从前，旋转跳跃，我闭着眼，从小看不见。
有些惊奇的际遇，比方说当我遇见你，你拿出温柔，收到需要赶快回复的信息，拿着考虑看看是不是要回应你。如果说以后都不用对你讲客气，我就等着对你说一句欢迎光临。在无人的海岛上有美丽风景，想有梦里的头可不是面团捏的，最后一下了，你可得把劲儿全使出来啊！哼，铁娃子，可别心急呀，你还不知道这刚柔阴阳剑的厉害呢。我爱也不